这次的巡演叫 No More Sad Songs，不要唱悲伤的歌，我在做这个专辑的时候，我一直在看我自己的样子吧。我觉得在这个巡演里面，最有趣的就是自由吧。除了我跟我的乐队，我的 dancer 们是跟粉丝也是非常自由。我觉得去每个城市，我有他们自己的回忆 ，It's very special。今天我演完香港，我也会去天津，会去武汉，会去南京，会去重庆，会去还有很多会去深圳。所以我希望能和大家一起见面，一起玩起来。前几天去了Hong Kong Island 的一个Carnival 去玩，跟我的同事们去玩的游戏非常好玩，然后我也终于吃到鸡蛋仔 ，Oh my gosh， 吃了杨枝甘露那个港式点心，非常好，非常吃了很饱。我觉得最真实的 Amber 就是 Amber who follows her heart。因为我可能以前就会很怕去尝试自己，去挑战，还是以前就说 like oh yeah be yourself, love yourself。可是我觉得我也没有给我自己很多时间和空间去真的想我想要去做什么，我想要成为什么种人。所以我在做这个专辑的时候，就是每个细节，我就是很考虑了很久，我就觉得我。这个专辑是 even more real。我觉得在姐姐里，我见到很好的姐姐们，我也很开心的有机会跟他们有那么多能 share。说实话 ，I don't think we can recreate that easily。所以我就会想到姐姐们的时候，我的心会很软，也很想他们。我觉得我在那个节目上也学了非常多的东西，和我的普通话进步了很多。